我是苏诺伊，这是我和中国的故事。我被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录取了，但是去中国留学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汉语学并证书、口语考试证书、英文学并证书、大学成绩单、毕业证书、工作简历、自荐信，然后就有了这个。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我等了大快一年。拿到了，我都要哭了。北京师范大学的印，哇塞，北京！我从来没有想到一张纸能让我这么开心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幸运。我成为了全西班牙23幸运儿中的一个，而且我还很幸运，这一路都有你们的陪伴和支持。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还会幸运，你们也是吧。中国见。